我们不就要跟你读同一间学校了吗？我也太衰了吧！我们居然从幼稚园到大学都同一间，真的太夸张了。最近八月高中是不是有校庆啊？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回去？好啊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看，那不是教官室吗？说到教官，你还记得我们高二那年中秋节相约在操场烤肉，结果被他发现，后来罚几次还爱笑。有吗？有啦。哦，我想到了啦，就是那时候我才刚到五分钟就被教官抓去爱笑很多次那一次嘛。对啊，你真的超衰。哦，差点被气死哎。好，你不要气了，我们赶快找他叙叙旧吧。让我们欢迎新北高中教官，请从舞台左手边上台，右手边下台。哎呦，教官可能去嗨了啦。那你知道八月高中的创办人是谁吗？我不知道我也还没看过他。我跟你说，我高中读了三年，我居然一次都没有遇过笑死！你高中读了三年，一个礼拜平均也才到三天，你要去看谁啦？因为我也是大马人嘛。让我们欢迎康联大哥姐，请从舞台左手边上台，右手边下台。我觉得呢，他一定有事，所以耽误没来啦。今天好像是我报告缴交日期哎。真的假的？那你要不要赶紧交啊？我也这么觉得，再不交就完蛋了。对啊。你知道最近有一场舞会吗？舞会？你是说耶诞城吗？谁跟耶诞城啊？我说的是真的会那种舞会。哦，那今天几月几号啊？今天12月16啊。12月16，那不就是今天吗？那我们赶快走吧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那个舞会真的超好玩的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舞会真的是好玩到嗨炸哎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已经10:45啦。什么？10:45了，我们门禁不是11点吗？对啊，那我们要不要赶快回去啊？我觉得要赶快回去，不然要被社监念了啦。说到社监，虽然他们每次都很凶很凶，但是他们也是常常提醒我们要早点回宿舍，不要太晚回去。其实还是有在默默关心我们的啦。让我们欢迎慈阳八月指导老师，请从舞台左手边上台，右手边下台。就我们两个吗？好 ，OK。大家好，我是向阳指导老师，然后我是屈指导老师。然后另外两位指导老师应该在台下，但他们可能没有上来，没关系。我们就是今天想要办茶会，那今年已经走到第六届，那相对很不容易。然后他们从大概一个多月前开始跑这个活动，花了非常多的时间，然后每天都花至少要3-4个小时去弄这些活动，那这个相对是蛮不容易的。那在场台下有家长，然后有社团的老人，然后还有跟他们学校同学朋友。那我们希望今天给他们多一些的鼓励，让他们知道说，自己这一个多月来付出的这些努力是有回报的，而且也可以感觉到他们真的被支持了。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，然后还有尖叫。那现在先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不耽误太多时间，所以祝他们今天就是活动成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指导老师。你不是说你的报告昨天截止吗？那你要怎么办？
哦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昨天玩太晚了，就忘记交报告了。那你要不要去找他求情求情？求情哦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哎。应该有啦。听说那个老师好像也没有很会刁难同学啦。那我们就赶快找他吧，不然到时候男孩找你了。让我们欢迎慈阳拜一到四届老人，请从舞台左手边上台，右手边下台。谢谢一到世界老人。哎，现在是不是12点了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舞会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东西啊？是指我们昨天去看那个舞会吗？对啊。想一下哦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觉得我们好像是想一样的东西耶。你确定吗？应该啊，应该应该。那数到三，我们一起讲 啊！如果不一样就好笑了。好好好，一二三，妙仔叫来。让我们欢迎慈阳霸业五届老人，请从舞台左手边上台，右手边下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慈阳班五届。大家坐一下，坐一下。他们练得很辛苦，那个这是他们的摄影。好，各位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屁股围啊，趴下来吹牛。分了吧，好恶心哦，才恶嘞！好啦，快12点，我们要赶快去吃饭。哎、欸，我们吃完饭去夜战城好不好？我想去看邓紫棋哎。什么邓紫棋？谁跟你邓紫棋？今天是蔡依林。随便啊，反正两个都有女神啊，赶快走吧。